的就是幸运女十二。相信有小伙伴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就有人嘴角不由自主的上扬。相信大家对于一位叫李咏的主持人也都不陌生了，他主持的节目非常优秀，自身也特别吸引眼球，尤其是他在砸金蛋的时候有非常强的代入感，当年的收视率也是居高不下。第二个就是同一首歌，相信有很多80、90的观众对于这档节目也都不陌生，他的阵容非常强悍，几乎每一期都会有数十位的当红歌星登上这一舞台。因为有着明星效应，所以不久这档节目便红遍了大江南北，每一期就像是大型演唱会一样，观众们看得特别尽兴。第三个就是我爱记歌词，而这档综艺节目曾经红极一时。